汤友们好，今天是10月9号啊，这条是完珠南路，现在来到这个九品猪脚粉快餐店，和一个台湾的汤友一起来想一下这家店的味道。我是你们的汤友李启团，现在要进去找吃了。好，这里是里面的大体的环境。杨总，你要吃什么？说。哦，好，吃。好 ，OK， 那你点吧。来，我们来点这个餐。这个是粉的价格表。我们来吃快餐。先看一下这个快餐浏览一下。鸡爪。哦，有这么多系列。现在11点多一点了，菜色蛮齐的，但是还算。可以，等一下就过来点餐了。你点个点开张几耐嘢？我告诉你咧，哦，这个店是开张了，去年开张的，老板说去年开张。等一下，我们来这里找这个位置坐下来。我们坐这个位置吧。白的是免费。哦，好的。那帮我点一下，那白的要那个菇。补肺是吧？这个是补肺。黑的补肾。哦，黑的补肾。黄的补皮。那来一个黑的，有一点点那个。对，那蘑菇。嗯，对。啊哈，来了黑的。啊，还有哪个？青菜补肾。哎，肝。啊，青菜绿色补肝。哎哎哎，用这个。那个片。笋片。要笋片。哦，还少一个红色。我们。来个红萝卜啊，来个红萝卜。这个有没有肉的？我看有是比较。肉的吃什么好？天然的海鱼，天然海鱼是吧 ？OK， 就听我们杨总说吃个海鱼。有杨总啊，杨尚文啊，台湾的同台胞，也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两个是吧？第一次见面。你看我这12年了。他们又开吃了，又开吃了，跟台湾同胞，感觉呢你是不是第一次到和府这里吃面啊？今天吃饭主要感觉是很开心，一个是就是说遇上了第一次见面的汤友，还是台湾同胞。我专门搞养生的啊。啊，你说一下你是搞养生跟那个心理学是吧？养生包括心理跟生理两个都一样。哦。今天吃这个快餐，不单只感觉到可以填饱。还可以啊，远方的汤友是吧，我们台湾同胞一起来啊，在和府这个小店来相聚，也是蛮高兴的一件事。刚才他也交了很多东西给我，他是一个养生的，一个是刚才点菜要点5种颜色的，五颜六色。红的是干嘛用的呀？心脏。心脏是补心脏的是吧？绿色的呢？肝脏。肝脏，然后黄色的呢？脾脏。脾脏。白色的呢？肺脏。肺脏。黑色的呢？肾脏。那这个深海的鱼呢？鱼全身。全身。哦，就全身。蛋白质嘛。好蛋白质。好蛋白质。而且这是海鱼，没有污染。对啊，海鱼是可以吃的。像我老家温州的。哦，你老家是温州的，那你在台湾要多少年了？你在台湾？家是温州的，老家是温州，是温州。但是跟你爸爸他们都是温州的，然后在台湾生的，在我在美国读书，在美国实习。那你在北海多少年了？11年。09年买房子，买房子等于半个定居的嘛。虽然不是天天住在这里，对，来就是我中国的家。你到哪里接了到哪里？好，跟汤友说一下拜拜吧，我们再慢慢吃吧，好吧？肚子饿了啊，我5点半就起床了，我肚子饿了。OK OK， 好，拜拜。然后汤友们，我都跟杨总啊先吃饭先，好吧？今天就聊到这里了，今天吃的饭意义太有意义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